秋英为什么会出现在 VNG 的会议室里？他是否真的录音了？网上现在传的沸沸扬扬，说秋英对你因爱生恨，所以实施了报复。季相空，现在网上所有的流言蜚语都指向秋英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季相空，我认为你不应该再逃避下去了。诸位，请大家先把战队的事情跟我的个人情感分开。 暂时录音泄露的事情，巅峰组委会正在调查中，我也会积极的配合。我拿我的职业生涯做担保，这件事情跟秋英毫无关系，更不存在网友揣测的报复。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整件事网上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揣测，秋英你去哪儿？是因为你和米娅以及秋英之间扑朔迷离的感情纠葛，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 米娅确实是我的初恋，但是我现在跟她之间只是朋友的关系，并没有复合。所以这么说，秋英并没有破坏你们的关系，对吗？我跟秋英之间也只是朋友的关系，但是我想成为她的男朋友。我也恳请米娅的粉丝们不要再攻击秋英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谢谢。 季相空，什么呀？米娅，米娅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米娅小姐，米娅，你对季相空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大家可以先让一下吗？我有话想先对相空讲。相空。 你可以给我一个准确的回答吗？对不起。